不止苹果有自源机，安卓也有自源机。今天一位粉丝下单一台一加 ACE3 16+512的自源机，我们现在去给他拿下。安卓市场真是人山人海呀、这家的自源机都已经堆得堆山马海的状态了。自源机是准新标准的，但是每一台到手呢也都要再好好的看一遍，看看摄像头，看边框，看屏幕，尤其是屏幕要仔仔细细的看。感觉新机贵又介意二手被使用过的，就可以考虑自源机，因为安卓的自源机是有官方保修的。安卓的自源机几乎是免检产品，因为它是有官方保修的，比苹果的自源机要省心很多，哪怕事后有问题，它都是可以拿到官方去售后保修的。这台黑色的一加 ACE3 你还中意吗？看这摄像头多大，2000出头帮粉丝拿下这台一加 ACE3 16+512的，不论是外观还是100的电池，除了厂家不让当新机销售专门弄个牛皮纸盒外，其他都是和新机一样的。不想用苹果喜欢安卓的小伙伴就可以考虑安卓的自源机，二手价位买到新机成色，而且还在官方保修期内，真的是很香。